礼佛三拜，一顶礼，再顶礼，三顶礼，佛历2056年10月2日，世界佛教智心会起见恭祝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佛诞，消灾祈福法会线上法会，法会开始。恭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第三世多杰羌佛，恭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国泰民安祈福，为世界和平祈福，为所有一切众生祈福。
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唵哇日那嘎呵呵唵哇日那嘎呵呵唵哇日那嘎呵呵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南无三曼多摩多南唵嘟噜嘟噜在维萨婆诃南无三曼多摩多南唵嘟噜嘟噜在维萨婆诃南无三曼多摩多南唵嘟噜嘟噜在维萨婆诃唵耶耶南三婆哇哇日来吽唵耶耶南三婆哇哇日来吽唵耶耶南三婆哇哇日来吽祈寿三界尊归命十方佛我今发弘言持持药师经常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通身琉璃国清净大慈父应请闻真谛学习世子后回返娑婆地度众脱苦海弘法利寻觅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无尽意菩萨南无宝堂华菩萨南无药王菩萨南无药上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奉请供毗罗大将奉请法遮罗大将奉请弥奇罗大将奉请安毗罗大将奉请阿毗罗大将奉请三毗罗大将奉请因他罗大将奉请波依罗大将奉请摩诃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昭度罗大将奉请毗揭罗大将南无药师回向佛菩萨南无药师回向佛菩萨
请起身下列诸根不拘
切的断层，下回诸根万际无足疾苦，第七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众病，一切无咎无悔无提无恼，无亲无家贫穷多苦，我自命好以精气而重病，悉出身心安乐，家属子女悉皆奉主，乃至真得无上菩提。第八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合之所，必恼其身眼里愿舍利身，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离尘埃，具丈夫相，乃至真得无上菩提。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诸魔天王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若多种种而见丑灵，皆当引舍至于真切，见灵修习诸菩萨行速证无上真等菩提。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华所迦夫卢遍达悉毗牢狱，或当行路及于无量灾难，令如被囚监狱，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我福德为身离苦，皆得解脱一切有苦。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为救世苦造诸恶业，得闻我名，转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后以化为毕竟安乐而见离之即时耳。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听无异福闻，忙寒热昼夜疲恼，若闻我转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种种三妙异福，以得一切宝庄严具华满土香，不越众气随心所满，皆令满足满足是理，是为第十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引真等觉，请菩萨道士说法时，而为妙三愿夫子满足是理，第十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菩萨道士说法大愿，其地佛土功德庄严，我若一切陀一切所不能尽，难彼佛土一向清净，无有女人以无而居，即故因身有地为地，今生皆道成却功德宣传，罗网皆其报成，一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以明日光遍照而明月光遍照十地无量，无数菩萨种子上受持，不佛出悉能是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真法宝藏，是故满数十地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应当愿生彼佛世界，而是世尊福高满殊室利，童子言满殊室利有诸众生不识善恶，为怀贪淫不知不
行识是如歌声柔声声同喜福有无量见贪有尽其妻子才与妻子身上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做事即来妻者必足有尽从此命终生而归结我旁生去游戏人间曾得赞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故今在而居暂得一灭彼如来名即于灭时从提出魔幻圣人中得出名念为而居故不要与的好行为是赞叹是这一所有喜无叹息见此三门一头目手足血肉身份是来求这光与财物扶持满数十里若足有情随于如来手足血出而破十有谁不破十而破鬼则有于是若鬼则虽得不快然会增减有谁不会增减而起若闻弥陀说说其精神已不能解掉有谁多闻而增上慢又增上慢菩提起故只是为他先帮正法为佛伴当如是与人自心邪见
爱其身是主有情若得文字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比诸而是喜不能爱一切辗转皆其自心地一安得无损恼以及嫌恨心格格完也彼此所受身体喜足不相亲定无为道以父子满书是你若有始终彼处彼处彼无婆所家无婆是家己于尽心善男子善地人等又能受持八分斋戒或净一念或复三月受持学诸一字三根莲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说听闻真法而为定者若闻是罪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无尽意菩萨宝昙花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成功如来时期道路基于一切种种杂色众宝华中自然化身我有一次生于天上随身天上而本善根以为穷尽不复根深处于而去天上受尽凡身人间或为轮王同舍四周为得自在安彼无两百千有情于是三道佛僧刹帝利波罗门居士大家多饶财宝藏不盈一心相端正眷属居住聪明智慧用钱为农度大地是若是病人得闻是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之受持以后不复根受离身不知满殊是彼彼要是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是有本愿力观诸有情于众病苦受乱感消黄热等定破悲眼泪故独说中国不断明或是恒是一因是等病苦消除所求圆满是第十尊菩萨摩地明月诸灭一切众生苦恼即如定义于肉体中诸大光明光中演说大陀罗尼耶南无婆伽梵地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摩那婆诃那色耶耽他揭多耶阿耐合第三藐三菩陀耶大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毗沙诃二十光中所知周一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满殊师利若有贪痴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以心为彼病人常清净扫除或是或药或无从水走一百八遍与彼苦是所有病苦悉皆消灭我有所求自心念诵皆得如是无病延年命中之后生彼世界得不退转乃至菩提是故满殊师利若有男子女人与彼药师琉璃光如来之心引众恭敬供养者常持持咒无量回望佛慈满殊师利若有尽心男子女人得闻药师琉璃
教人数以心守持天文纪律法师应修供养一切所有自身之居悉皆施于护灵法上如是变通诸佛护念所求圆满乃至菩提而是满殊师利童子拜佛也是尊我当时于相法转世以种种方便令诸净心三男子三女人等得闻是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乃至水中一一佛名绝无其二世尊若以此经受持从我不为他言说开始若自诚若教人数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土香墨香烧香花满璎珞幡盖祭月而为供养以无色彩作囊尘之洒洒净土无色高作而用安处而是四大天王与其眷属及于无量百千天中皆一起所供养受护世尊若此经到流行之处有人受持以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天功德即闻名号当此世出无福恩赐以福不为主而归身身心安乐佛高满殊师利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满殊师利若有净心三男子三女人等于供养的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应现造立地所心相父亲静坐而安住之三种种花草种种香以种种状况庄严起初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是清净时早于相接作清净意引生无垢作心无多爱心与一切有情其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慈心故曰各赞有饶佛像普应愿彼如来本愿功德读诵此经是为其一言说开始虽说要求一切皆随求长寿得长寿求不饶得不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若不有人无得梦见诸恶相破怪妙来及破于住处百怪出现此人若以众妙之具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恶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因魔不能违反我有水火道路玄前恶相狮子虎狼兄弟毒蛇恶邪蜈蚣有眼文盲等不若能自心一念彼佛恭敬供养一切不为皆得解脱若他国勤劳盗贼反乱一念恭敬彼如来者一切解脱护持满殊师利若有净心三男子三女人等乃至净心不施一天为当一心归国法身受持净戒若无戒世界菩萨四百戒彼除二百五十戒彼除于五百戒于所受中国有违反不多何须若人转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受三恶趣生活有利人领当禅师受于其苦若人自心成名利禅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从
则欢喜，你更聪明，安隐少名，无有罪人多起惊奇。二十世尊高阿难言，如我曾仰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知识，诸佛圣身尽诸难可解了如为心佛。阿难白言，他的世尊，我与如来所说其经不生疑惑，所以则和一切如来身语，故不清净世尊此日月轮可定佛陀，妙道三藏可是情动诸佛所言，无有一言世尊有诸众生心根不起闻说，诸佛生生行处作事是为平和单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以佛名号变佛而说空身体有此不幸，幻身诽谤疲于长夜，是大利乐多住而去流转无穷佛告阿难，师父有心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此心受持不生疑惑，多而去则无有是处。阿难，此时诸佛生生说心三颗心结，如今能收到此解释，如来为你阿难一切声闻度觉即为等地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是心结，为诸一生所悉菩萨。阿难，人生难得于三宝中清净尊重，亦难可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无难。于是阿难彼药师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心，无量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切若一切于耳光说者皆可速尽彼佛成愿，善巧方便无有体验。二十种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灭救脱，其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鞠躬合掌，二白佛言：他的世尊相化转世，有诸众生为种种幻事所困合掌，并悲受不能饮食，后尊感召见诸方难，思想先前父母亲属朋友知识地气围绕，然彼此生活在本处前淹没，是因其身世之欲淹没，法王之前难住有情，有句声声随其所作过罪，若不皆于数之今世受欲淹没，法王计算所作罪，其罪不可除断之时，必令人尽数之时，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尽诸众生转诸此经，燃其尘子等现复舍去。生般我有十足彼时的幻如在梦中，明了世间或今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时幻是如从梦觉，皆自一知三不三业所得果报，有此正见业果报，无奈之明难，亦不造作也是故，尽心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应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力所能恭敬供养。而是阿难闻救脱菩萨言：善男子应云何恭敬供养？彼时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虚名传腾，早就做菩萨言：大德若
人与脱贫苦，当为其人，其日其夜手持八分，在戒淫以饮食其余之居，随地所伴供养地出生，昼夜流失离开行道供养地，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度诵此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照地，来金香祈取一香千个十七灯，一灯亮大如巨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觉照，五色彩幡长四十九折寿，因方杂列众生至四十九个的国土，为何自难不会出何何归说之福慈阿难星宿变怪，难日月过时，难飞时风雨，难过时不语，难比刹帝利观定王根恶世因与一切有情，其慈悲心舍诸悉彼一切所说供养之法，供养第四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有此善根及彼如来本愿离苦令其果解，即得安隐同于顺时故，加成受一切有情无病患乐，以其果中无有报恶，要察人生恼有情，则一切恶相皆其因末，而察彼离观定妄等受因舍离，自在皆得真意，阿难若地佛为主，诸君王子大臣互相中共财力百官礼数，为兵所苦其余而难以定，早离无色身凡然等虚名，保住生命三杂色花少中品下，并得诸意众难解脱，是阿难善男子因何以其使命，何可正以救脱菩萨言，大德如其不闻，如来所有救恩事业，是故前朝须平凡的修诸福德，以修福不尽其寿命，不尽苦烦，阿难闻言救恩云何救脱菩萨言，若诸有情得病虽轻，然无医药，即看病者舍苦以医，受益为药师不隐私，而便恨自由心世间邪魔歪道，要灭自是谎说祸福，便生空洞心不自证，不闻迷惑杀众中众生，皆作生命无足妄量，清净无有一己眼念总不能得，彼时迷惑心邪道，千岁因何死如一地狱，无有出其使命，诸恨而则恨悲，谎话之说诸如三者，天灭兮兮但一世就谎一无度，恒为为人多其亲戚，死者恒为我恨，无者恒为随你留，者恒为种种恶说说，但其者恒多善待，法者恒为毒药炼造作，作其事归根之所重害，求者即可所困，不得已之而变，此时为如来别说恨，死有十九种，其余无有无量诸恨，难可及说福慈阿难，以阎魔王诸灵世间名其自己，若诸有情不孝无逆，破如三宝坏尽成法，为一心皆阎魔法王，虽罪轻重靠而化之，是故我今劝
主有心难登造反，放生修福灵度苦而不造众难，而是重重有失而要查大将其在为作所谓公毕罗大将法则罗大将密契罗大将安迪罗大将阿尼罗大将三体罗大将印达罗大将波依罗大将摩诃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图罗大将毗揭罗大将四十二遥察大将毗一个有七千遥察一位眷属同时即身拜佛言世尊果等尽则蒙佛为彼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根由而具足不我等相衰竭同一心乃是信心归佛法身此当何故一切有情为作意你饶一安乐随于何等存成果意恐邪心中若有六不自禁我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着我的眷属为护持人皆是解脱一切苦难诸有缘求悉令满足或有几个求度脱者以引度诵此经难无色欲解我名字得如愿依然若解解而是暂住要查大将言善哉善哉大要查将如等念报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恩得则长应如是彼一安得一切有情而是阿难拜佛言世尊当何名字法门我等因何奉持佛告阿难此法门明说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以明所示而圣将道义有情皆愿神咒以明拔出一切天长云如是此时破解凡所示于一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圣闻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要查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南无婆伽梵地毗沙奢伽卢毗琉璃波那波诃那奢耶耽他揭陀耶阿难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当是他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帝沙诃南无婆伽梵地毗沙奢伽卢波诃那奢耶耽他揭陀耶阿难诃帝三藐三菩陀耶达斯他婆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毗沙诃南无婆伽梵地毗沙奢伽卢毗琉璃波那波诃那奢耶耽他揭陀耶阿难诃帝三藐三菩陀耶达是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帝沙诃揭揭揭揭揭缘揭揭了多生缘何也悉心毗梨花千尘经对佛千求揭揭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喜满言药师佛揭揭揭揭揭缘揭揭了多生缘何也悉心毗梨花千尘经对佛千求揭揭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喜满言药师佛揭揭揭揭揭缘揭揭了多生缘何也悉心毗梨花
利沙婆诃唵智利多智利多因扎利沙婆诃唵智利多智利多因扎利沙婆药师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照菩萨，南无月光天照菩萨，南无药师海卫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海卫菩萨摩诃萨，南无药师海卫菩萨。菩萨
祈愿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所有一切众生光明永昌，离苦得乐，福慧圆满，速证菩提，成就佛果。功德回向至诚祈请，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十方三宝三根本，本尊空行护法一切众，心灵娑婆世界护佑加持，令世界各国各地发生的各种瘟疫、病毒、流感、蝗灾，即当远离并皆息末，亦超生得福慧，受难者超生善道得福慧，皈依三宝得生净土，染病者早日康复痊愈，所有防疫人员及一切众生皆得大吉祥、大光明，身心安乐，无诸患难。大呀他红班长一句呀阿瓦布达的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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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呀他班扎一吉呀阿瓦布达勒梭哈，达呀他嗡班扎一吉呀阿瓦布达勒梭哈。礼佛三拜，一顶礼。再顶礼。三顶礼，法会圆满。